好嘞，好嘞，洋房区多少？洋房区42平方米。好嘞，好嘞，我知道了。近一点。我打过来了。喂，我就在南门的地下车库入口这儿。这车从一开始出来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应该是在找人，但是我不确定他找的是不是我，所以我就没吱声。但是呢，我电话里头跟他沟通的时候，他出来南门就给我打电话，结果他一个电话也没打。出去呢溜了一圈，然后我这边也没接到电话，我看着他又回去了。哎呀。我刚才看见你了，你没打电话啊？你跟我跟紧一点啊！好，走走走。奔驰 S400，我靠，开得真他妈快！这大哥太猛了，这减速带这么多都不减速，靠，有点跟不上了。刚才从那个出口进来的时候，他就非常快。应该是一个甲壳虫。就是没电了哈。地上虫我也不知道。我看一下。反正是大灯塔都打不着。是没电了，哎，大灯也带不起来，对，带不起来嘛，应该是没电，但是打着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对，我先搭一下看。刚才你上去，我看见你车了，我也在旁边站着。你说你车啥时就在门口，我就等了一下，我因为在门口这车在门口等着呢。然后你也没打电话，我还以为不是你呢。我跑到北门，我以为你在北门。我用我发的时候，我这是在上面发的。我然后他给我就导到那个口那儿了。那口最近的，应该是。保安死的很。嘿，没电了就是。没电了吧？嗯，打吧，打着。放的时间太长，放了有多长时间？最低得一个月吧。不会有在中间还就是开别的车没事，你先没跑的还洗了个车。一，要么就是时间太长导致损耗了；二，电瓶存不住电，有可能。现在就去跑了，能打不着。打不着，你得最低得让它着个10多分钟，最低的。嗯，10多分钟到半个小时，钱直接转我微信就行。就下面没，就那个京辉。京辉。对。行，我现在就送出去。嗯。还是我这呢？你是找的百度是吗？对对对。以后有事你直接给我发微信就可以。行。我近得很，就一拐弯就在那边的。我跟他们是合作的。我对，可以，我跟着你走。我操，这大哥减速带都不带缓的吗？这么多减速带。
咔咔，瞅了没？窟窿窟窿。你让他多着会儿，千万别熄火，一熄火又打不着了。对，你先跑个半个小时。行，那我先过去了，有事咱们直接微信联系就行。对，京辉汽车维修。对对对。没事没事，有事咱微信联系。走了啊。咱们现在又回来了啊。他这个甲壳虫呢着了一个半小时，结果熄火再打还是没反应，又把我给叫回来了。现在咱们就给他换电瓶。到了，啊，对，就网上叫的救援的啊，对。哦，就给俺们修车，啥电瓶没电了？电瓶坏了。时间长了没开了，估计亏电了。对。你这电瓶回去一修还是好电瓶嘞。电瓶没法修。换那个蒸馏水吧。这个换不了的，它是免维护的，现在电瓶都。这个甲壳虫最高可以30多万。对，是买最高配的阿赖版的。这边好电瓶哦。对，你放心，质保一年，有任何问题都换新的。这就是网上叫的，他经常买。对。在百度上一查嘛，它就有了嘛。对。就是400块吧。400块。嗯。一会儿给我转，一会儿你给我转150，你转500。好。嗯。我早上那个钱得一薄，然后等到早上得好多收入。OK。早上搞了个120。嘿嘿。一会儿又换个电瓶，那你怎么不一次性给我直接换好呢？我要截个图，我也给他发过去。哎。一会儿一个70，一会儿一个50，一会儿又是个400。啊，这车嫂子一直开着了。啊，那现在一个保时捷100多万的保时捷跑车，他都不开这个。昨天去山里玩，那个别克接了吧，昨天那钢圈那个什么。线圈是烟火线圈坏了，说是钢缺钢了，说是火花塞坏了，他妈火花塞换四个火花塞是125一个，换四个500块，然后没还是没用，然后把那个里面说是钢线圈没用，然后准备换的，结果人家测出来当压就是第四个钢只有3个气压，哪年的接了吧？还没4年嘛，马上才3年多嘛。过了质保了吧？过了。
扔在那边修呢。哦，扔在那修，扔到中安那边修嘛，修人家现在说是钢压不够，现在就是拆钢体拆的。得拆开看看。对，中午给我一会儿给我说看怎么回事。钢压不足。那倒是。打着车。对，就 OK。你给我开这个车。嗯。开这个车，把那个门给我打开，我把这个车。顺着跟进去啊。顺着跟进去，放车。OK。有时候咱们打电话，你那别克他那边要是修太贵，你给我打电话。我咱那边主要是机修。对。嗯。对，咱们联系。嗯，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就打电话。好，过去了啊。这个电瓶质保一年之内有任何问题你跟我说就行。对，就算你放的时间长，你比方说你放了一个多月没电了，如果说充不上直接就可以换新的。嗯。